Casbuch 奶酪小子，大家猜我现在在哪里？对，没错，现在就在葛斯顿饭的瓦尔家门口。那我们刚刚路过，我们去看一下2020年葛斯顿清舍之后，他现在生活是不是都好？我们来顺便拜访一下他，走吧。Long time to see, how are you? Hello, yeah, yeah, yeah. 好久不见啊，身体还是蛮好的。Everything's fine, fine. Ah, that's great. Okay, shall we go inside? Yeah, we go inside. Hi, yeah, Maria. Long time to see, yeah.OK， 啊，可以看到曾经获得的奖杯，昔日的辉煌，它还放在这里啊，感觉非常的荣耀。This is Casbuch， 这就是奶酪小子本尊啊，它还在这里，羽毛丝般柔滑。OK， 奶酪小子在2010年已经去世了，但是这只鸽子非常的特别，它一直记得这只鸽子，这只鸽子活在他们的心中啊。可以看到，这个葛斯顿范德瓦尔之前。得了很多的奖杯啊，这是辛金姆获得的奖杯，这个奖杯呢已经送给了凯尔，这只呢是另一个奖杯，07年 KBDB 又歌的最佳歌手冠军啊。You can visit the loft. OK, go. 他说让我们再去看看的歌舍，我们来看看曾经昔日的辉煌啊。奶酪小子已经去世了，但是这羽鸽子呢，活在他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你可以看到这个车子的背后，它也是定制的。Casbuch, yeah. OK, we go. 这就是葛斯顿的歌舍，非常的整齐啊。还有一个会客厅，就像进了一个信鸽的博物馆。他还是一个蛮有情怀的歌友。这是第一次葛斯顿范德瓦尔，赢得了友歌冠军。A very good pigeons, you came and Maria. It's your name. Yeah, yes. Yeah. 这只就是辛金姆 KBDB 友歌歌王冠军。这是玛利亚呢，以葛斯顿老婆他本尊也在这里，查特鲁全国赛的冠军啊，这两羽非常重要的鸽子。This is a picture from the Casbuch. Casbuch. 这只鸽子呢，就是民歌奶酪小子本尊的一张照片啊。可以看到这里是小中距离六个歌王冠军，还有玛瑞亚查特鲁冠军。你可以看一下这张照片啊，劳拉波智39614羽全国的最高分数啊。Look, this is from with.你可以看到约翰德贝尔赛呢，这只鸽子的500号和奶酪的这只鸽子，他非常的珍惜啊，因为这是一个，看他写到了这是一个 golden match， 这是一个黄金组合，因为500号和奶酪这两个品系呢，也给他们各自歌手带来了非常大的成功，也在其他的歌手也带来成功。奶酪就是我大家看到这是李斯文 Yeah, that's Gaston. This is Maria.看到没？他让我看，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照片。葛斯顿范德瓦尔，这是他老婆玛瑞亚。葛斯顿已经退出了歌坛，但是他对鸽子的热爱，曾经的辉煌和美好，这些点滴不仅在脑子里面，在这个墙壁上也驻留了这一刻的美好。虽然他不养鸽子，真的他把这个地方收拾得像博物馆一样，他们也很骄傲、很自豪地给我介绍。Casbuch。大家看到第一间鸽舍这个地方呢，曾经就是。奶酪小子曾经生活的朝向啊一号。And here, he, yeah, 他说他送给我一个他亲手拍卖会的这个册子。He play with for me. three, okay. 不是够了一个就够了，一个就够了。可以看到这是赛棚啊。就是30的朝向。你可以看他不养鸽子，他把这都刷了一遍漆啊。弄得都保存起来，因为他现在身体也不是太好，他想把这些东西都保存起来，供人参观，他也觉得也很开心，骄傲的，一生的心血，很多的骄傲。This is the best pigeons there. Okay. 那边又是一个赛棚最好的赛将都从那边出来。There are only young pigeons. 这边都是幼鸽赛，那边是最好的赛鸽。There.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双寡居制的一个鸽舍建构They go back.And here into here， 你可以看到这个下面，它用的这个绳子啊，它是让雌鸽落下来站稳，就飞上去。所以雌鸽和雌鸽不会交配，它们在这边呢，整个赛季里面就不会生蛋的情况啊。这也是一个。He can't on the floor。它不能落下来。Yeah。那冬天呢，那些赛将呢都会移到这边来啊，不在那边待了。Yeah。And they sleep。Okay。With the sea。Yeah， 对的。And the pigeons come. Yeah, 鸽子归巢了，他们就在这边看鸽子归巢，很幸福的事情啊。所以，真正的养鸽子的人是一辈子会爱鸽子的。
即使不养鸽子，他都希望生活的点滴有鸽子的片段，有鸽子的身影，有鸽子的存在，脑子里面、生命里面都有鸽子。嗯，这就是真正的赛鸽文化。我觉得这应该是每一个养鸽人喜欢、真正喜欢的东西，发自于内心深处的东西。Okay. Thank you. Yeah. Thank you. Take a photo.这位雌鸽呢尾号是491。 So Gaston says she's the best daughter of Torre in Europe. 格斯顿说这是欧洲现存240的最佳代表育种侄女。 I became her from eggs of Gaston friendship. 这与鸽子的来历非常的特别，这是格斯顿送给他的两枚240的蛋的其中一枚，然后成为了一羽超级的种雌。 She's the mother of my third national age pigeon 001。这羽雌鸽呢直接做出来了一羽雌鸽尾号叫001的雌鸽。这羽雌鸽赢得了 KBDB 大中距离省赛鸽王冠军， KBDB 全国大中距离鸽王季军。She's also a grandmother of the third national winner Chatterou。而且呢她的直接外孙女赢得了查特路全国赛的总冠军。Sky, let you enjoy. Okay. 整体上手的感觉中号体型。非常有神韵的一羽雌鸽，你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古黄眼，膀臂厚度中薄，翅膀弹性佳，很容易拉开，乳腹分明，可以看到乳腹连接非常紧密。我们看一下另一边翅膀，腹羽短且整齐厚实，非常漂亮的翅膀，主羽破风良好，腰部力量饱满，一字尾下压，毛片非常柔滑贴身，腔体中等。我们来看一下肌肉，肌肉非常柔软，肌肉量中等，柔软细腻的肌肉，龙骨前置非常粗壮，龙骨和耻骨之间间距较大，耻骨稍松，但耻骨非常厚实强壮，平衡感极佳。 BE14-6070-491 491呢是乔汉德贝尔赛和葛斯顿凡纳瓦尔最佳友谊的见证，他为乔汉德贝尔赛做出来了 KBDB 全国鸽王季军、省赛鸽王冠军的殊荣，更重要的是他的外孙又赢得了查特路全国冠军，他给乔汉德贝尔赛带来一生的荣誉啊！这也是赛鸽运动最美妙的友谊的见证。我们来欣赏一下他的血统表，这羽雌鸽呢就是乔汉德贝尔赛的招牌赛种雌001号。 She makes the third national age pigeon in 2020。这羽雌鸽赢得了2020 KBDB 大中距离全国鸽王季军、省赛冠军。The father is the son of the junior 500。他的父亲呢是年轻500号的直接儿子，也就是说是他的爸爸是他的基础种工500号的直接侄孙。The mother is a 491, a daughter of Torre。他的妈妈呢就是491，举世闻名的240的最佳代表育种侄女，在欧洲的。So I introduce.OK, 他让我来看。这羽雌鸽呢是与中等偏大体型的雌鸽。这只鸽子上手呢整体就是活力很好，这是典型的奶酪小雌鸽系的特点。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翅膀。膀臂厚度适中，翅膀很容易拉开。腹羽短且厚，也很整齐。我们看一下另一边翅膀，主腹分明，主腹连接紧密，你可以看到主条破风良好，中大体型，毛丝般柔滑贴身，很有活力啊！我们抓起来非常的小心，中高腔体，肌肉量中等，肌肉细腻柔软，龙骨非常前置粗壮，龙骨和耻骨之间间距较大，耻骨强壮稍松。B
1960350001。啊，零零幺作为乔汉德贝尔赛的扬名之作，他的父亲是世界民歌500号的近亲侄孙，他的妈妈是世界民歌240的最佳育种侄女，所以说他汇集了乔汉德贝尔赛的两大学系于一身。进入种歌社后，我们对他寄予厚望。我们来欣赏一下他的学童表。粤语词歌就是莎拉，2022年赢得查特路1岁歌组5000多语的全国冠军，而且也是9700多语的全国最高分数。The vision is very nice and middle size, very very soft. 粤语词歌非常漂亮，骨架很强壮，肌肉很柔软，中等体型，毛片非常的柔滑贴身。The father is Gerd Lambrex. 他的父亲呢是吉尔特·兰布瑞奇。The mother is a daughter of 491。他的母亲呢就是黄金种子491的直接女儿。491就是世界民歌240的在欧洲现存的最佳代表育种侄女。Yeah. 所以说她是240的直接代表外曾孙女。So I will introduce you.这语词歌可以说是乔汉德贝尔赛家里面最漂亮的语词歌，平衡感极佳，这语词歌没有太多的缺点。亮黄眼，沙体饱满通透，瞳孔收缩明显，眼球抖动力量大，膀臂厚度中等，很轻松的就拉开翅膀，腹羽短且厚实，主腹分明，膀面较大，主羽破风良好，中等偏大体型，腰部力量饱满，一字尾下压，毛片丝般柔滑，非常贴身，中等偏高的腔体。我们看一下肌肉，肌肉饱满，弹性佳，细腻，龙骨非常前置，粗壮，长度适中，龙骨和耻骨之间的间距较紧，耻骨粗壮但稍松，平衡感极佳。 BE21-6030-711 莎拉给乔汉带来了人生的第一次全国冠军的殊荣，而且它出自于最核心的品系，我们相信莎拉一定会给乔汉德贝尔赛带来更多的惊喜和辉煌，我们值得期待。我们来欣赏一下他的学童表。大家好，我们今天拜访的歌友呢是乔汉德贝尔赛 Sir。Hello, I'm Johan de Belser.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我们的特邀嘉宾葛斯顿范德瓦尔。我身旁的这位呢是安娜德贝尔赛啊，他就是乔汉德贝尔赛的儿子。Hello, I'm Arne. 他现在负责歌舍的这些电脑呀，还有学童表的事宜工作。乔汉，那范德瓦尔先生会经常来你的歌舍，你们是很多年的好朋友吗？ Yeah, yeah. Every Monday evening we come together with some friends, and also Gaston comes here, and then we speak about pigeons, always pigeons. 大家都知道葛斯顿现在身体，不是非常好，养不了鸽子，但是他一直还。在这个歌界里面一直在关注着赛鸽运动，而且呢他每个周一都会来约翰的歌舍来看鸽子，看鸽子比赛啊，这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那约翰，请问一下，你是和葛斯顿什么时候开始结缘的？ First, I started with the business of my father. Then I come live here in 1990. 1990年的时候呢，乔汉已经搬到这个歌舍，那时候他已经认识了葛斯顿，迄今已经有42年的友谊了。当时呢，他们相互交流种歌，那时候葛斯顿已经飞得非常好了，他们自己在本地也飞得非常好。然后随后呢，转向了中长距离的赛事。他说，那一个240呢，他是奶酪小子的最佳的儿子，所以他当时把一窝240的蛋送给了乔汉德贝尔赛。正是这两枚蛋，给乔汉德贝尔赛带来了很多的后续和巨大的成功。那我们今天呢就来一个非常特别的采访，了解一下葛斯顿范德瓦尔的歌系和乔汉德贝尔赛啊，看一下他这个歌系是如何建成的。那请问一下，你的基础血系是什么？ The basic bloodlines is the 500 and Goldwyn.
陶汉德贝尔赛呢，基础学习非常简单，他基于一名哥，他自己当时引进英格斯和古瓦特的，古瓦特呢就是奶酪小子的源头啊，他买了古瓦特的一语词歌，叫小美词啊。那我们现在请乔汉德贝尔赛讲一下这两语基础重工500号和499的故事。 And I become two very good sons. 他说他当时两个鸽子配在一起，他生出来两只超级的鸽子，一个叫金翼号，尾号是499，同窝兄弟就是有名的500号。 And then after 3 years, 500 make 11 times top 50 national. 而且这只500号呢，在3年的时间赢得了7次全国赛的前50位，每场全国赛都差不多2到3万语的大赛。打完3年赛季，500和499你都直接放进了种鸽舍，对吗？Correct. So, 是的。Yeah.And then also I give 2 eggs of the Goldwyn 499 to Gaston. 他说他给了葛斯顿2枚499的蛋送给了葛斯顿。Yeah. And one of the 2 eggs is the grandfather of Amalia and Nicholas. 这个蛋呢随后孵出来之后挂上足环，尾号是083。这只鸽子呢生出来2羽尊带，都赢得了 KBDB 中距离鸽王冠军。一羽就是阿玛利亚，一羽就是尼古拉斯。I also bred good youngsters.And the best youngster of the 500 is the junior 500. 他说他也从500号做育出来一只非常的最佳继承人，起名叫年轻500号。Yeah, he makes the first provincial and he makes 5 times top 100 national. 他说这羽年轻500号呢，他赢得了1次波士省赛的冠军，而且呢他5次赢得了全国赛的前100名、非常的特别。And the junior 500 is the grandfather of the 001. 而且这羽雄哥呢，就是年轻500号，也是他现今的招牌种词001号这羽雌鸽的直接祖父。In 2019, 当时他把年轻500号的一羽儿子尾号是552，当时配上了葛斯顿送给他的240的一羽女儿，直接做出来了2020年 KBDB 全国大中距离的鸽王季军，而且也是 KBD 省赛冠军。Yeah. And so in 2019, I bring them the first time together, and directly the first egg was the 001 super. 啊，这个故事太特别了，就是他拿年轻500号的一个儿子，配上了葛斯顿送给他的那羽240的蛋，长大之后一羽雌鸽，然后他第一次配对。第一枚蛋出生之后呢，就是个001号啊，非常的特别。OK， 就是第一次配第一窝蛋，而且就赢得了这一个全国 KBDB 鸽王季军，尾号它就是001号。Last year I coupled them against a cock of Geert Lambrechts, and there comes out the first national winner Chatterou. 去年呢，他有一羽001的。同母异父半兄弟，当时他配上了一个吉尔特兰布瑞奇的雄鸽啊，做出来了2022年查特鲁全国赛的冠军。The 491, one of the eggs of the Torreva of Gaston, is mother of third national winner and is mother grandmother of first national winner. So it's two times top. Thank him. Yeah, thank you. 他说非常要感谢葛斯顿，因为当年他送给的。240的那枚蛋后来长大挂足环号是491，正是这羽雌鸽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成功，直接女儿赢得了 KBD 省赛冠军，全国鸽王季军啊，他的孙代赢得了查特鲁全国赛的冠军，非常的特别，这就是葛斯顿送给他那枚蛋后来造就了这位乔汉德贝尔赛。你问一下葛斯顿，你把这个240的蛋送给你，他后不后悔？Vraagt of dat je er geen spijt van hebt dat je die 2 eggjes naar mij gegeven hebt, dat dat zo mooi is. 葛斯顿回答说他不一点都不后悔，他觉得非常的荣耀，他非常享受这样的过程。葛斯顿现在已经退出歌坛了，他每周到你这来看鸽子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状态？ Gewoon van mijn vrienden. Dat is hier zo. Ja. Vrienden. Ja. Duidelijk. 他说因为他们已经是太多年的好交情了，那每一周葛斯顿到这边来，除了周一来，他们周末也会去俱乐部，会在一起5-6个人聚在一起谈鸽子聊鸽子。而葛斯顿呢，虽然退出歌坛，他每次在这里看这个鸽子的比赛，看到他这个240的后代在这边发挥，他是非常的开心，他觉得这才是也是赛鸽的一个快乐的地方。所以呢虽然葛斯顿已经退出歌坛，但是他这种对于鸽子的关爱和真正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养鸽人，这也是赛鸽运动应该有的样子。他们除了养鸽子，他们也相互的交流，然后他的给予
朋友的蛋啊，造就了他，他真的是也是感觉到快乐的。乔汉，你觉得鸽子的手感重要吗？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first feeling. 上手鸽子他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第一感。 Gaston preferred the small pigeons. I prefer the small and the medium size. 那他说葛斯顿呢更喜欢上手中等体型的鸽子，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他说乔汉呢他个人喜欢中小体型的鸽子。And we seeFor the national races of 500 kilometers, the small and strong pigeons, very, very good muscles, are top. 他说中距离500公里到700公里以上这样级别的鸽子一定是中小体型的鸽子，然后肌肉非常好，很强壮。And the feather is also important, but we prefer a very, very long wing. 毛质非常重要，一定要柔软柔滑，但是翅膀呢它一定要注重非常大的翅膀发型。 And also when you see the wing there is a separated also a small ventilation smaller panel bien breed vitesse 因为葛斯顿已经和他有四十多年的交情，他们每天几乎每天都会相互交流，所以他们的想法和理念是相似的啊，就是翅膀要大，然后膀条呢尖端是要尖的，不要圆头，而且破风要好。请问一下，你们的育种理念是什么？近亲、杂交、同血脉作育，还是成鸡哥配成鸡哥？葛老师。Wel, familie kweek, ja. Nu zeg ik moment als je te veel kaas doet, het moet gewen. 那葛斯顿说呢，他喜欢开始要同血脉作育，比如说奶酪发现是一羽非常好的鸽子，那他用整个家族的鸽子相互配对，但是呢到后来这样同血脉作育就不好了，一定要杂交，用其他的品系加入，但是不能带太多的品系进入他这个鸽子里面，但是一杂交之后又会非常去飞比赛，会有很好的表现。 So and you Johan? I see every good fancier has a good bloodline. 首先呢他觉得建立一个品系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名家他都有一个基础品系，基础品系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他围绕这样的鸽子去培育，开始进行同血脉作育手法，就是说可以去打比赛，然后到一定的时候稍微有点近的时候他再引进一些超级的鸽子加入进来，然后再去打比赛。 Yeah, that's very important. That's very important. 他说他用的这个手法其实是非常有用，而且我觉得非常好。 That's correct. 那请问一下，你们认为什么样的鸽子是好鸽子？那也请问一下葛斯顿啊。Ik spel altijd goed bij wind op kop. Dat is elke wedstrijd verschillend. Ja, maar de wind speelt ook een rol. 那葛斯顿回答说，他认为的好鸽子是最重要的是可以飞逆风的鸽子，而且他喜欢这样的鸽子可以驾驭逆风、顺风不同的风向的鸽子，都可以取得顶尖级的成绩。这样的鸽子他认为是好鸽子。啊、那我们再问一下葛斯顿，那请问一下，你觉得血统重要不重要？ Ja, dat denk ik wel.Ik weet niet dat hem dat maar zeggen als je een leermark krijgt. 他说血统非常重要，他看到一只好鸽子的时候他一定要父母祖父母家族是有非常好的鸽子在血统表里面，他认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葛顺请问，如果你有一只超级血统的鸽子和一只成绩一般的鸽子，你会选择哪一种？他说血统很重要，但是成绩更重要。他如果让他选一个成绩很好的鸽子和血统很好的鸽子，他更偏向于选成绩好的鸽子。OK, 那 How about you? 那我们问一下约翰他是怎么认为的。Interesting pedigrees, first, the prizes. Pedigrees comes after by me. 他说你有好血统的鸽子是一个非常优先的条件，是一个好的条件，但是他永远没有给你办法确保他这个好血统鸽子还会生好鸽子。Yeah, it's a pigeon of the good family of the good bloodline, and that's also important. 而且他选鸽子呢，他一定要选家系好的鸽子，他才会配其他鸽子。他如果仅是这样单独的鸽子，成绩好或者什么的，他不会选择，家系一定要好。今天我们刚好看到了葛斯顿范的瓦尔本尊，那我们来聊聊这个奶酪小子吧。他说奶酪这只鸽子呢上手是一羽中等体型的鸽子，是一羽漂亮鸽子，但是没有说让你一拿到手上啊这个鸽子手感太好了，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让他注意到很特别的是什么呢？因为奶酪这羽熊鸽呢它配了不同的雌鸽，它做出来的后代都有很好的发挥，这让他开始极度高度的重视奶酪这只鸽子。因为很遗憾我没有摸过这个奶酪本身啊，那请问一下乔汉，你摸过这个奶酪鸽子本身吗？ Yeah, yeah, I saw him a few times when he was younger, and also at the last time when he was old,
他说，在这个奶酪年轻的时候他看过几次，到年老的时候他也看过几次。这只鸽子拿到手上真的是平淡无奇，但是在他的后代还有子孙后代里面，再往后几年的时候，他的子孙后代发挥得太震撼了，非常的特别。 And then we see many fishes of all the world make good results of cast bird, and that's important. 他后来发现这个奶酪小子这只鸽子呢，在全世界都发挥得很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Well,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at other people make good results. 然后让其他的鸽友也用这个品系飞得好成绩，这点非常重要。那请问葛斯顿，那你现在退出鸽坛了，你觉得遗憾不遗憾？还想不想养鸽子？没。2020年葛斯顿范德瓦尔在琵琶进行了新手拍卖会，他还是蛮想养鸽子的。他跟琵琶达成协议，如果他想再养鸽子的话，2024年琵琶呢会给他做育一轮幼鸽，让他在夏季去打比赛，到冬天的时候这些打出来的鸽子，有成绩的鸽子，就是所有的鸽子就会回到琵琶啊。他只经历每年夏天养鸽子这个比赛这个过程啊，如果他身体允许的话。OK。那请问一下葛斯顿，那你觉得赛鸽运动最美妙的时刻是什么？National Championspielen, as diver. 他说三件事情让他非常开心：第一，赢得全国赛的冠军；第二，赢得 KBD 全国鸽王冠军；第三呢，他在这个鸽子上面下点注，然后最终可以赢到很多钱，他也觉得很开心。第四就是说，让全世界鸽友用葛斯顿的鸽子驶翔成功，他也感觉开心，因为他在血统表上看到 Gaston Van de Boer 这样的名字，他觉得倍感的荣幸和骄傲。那约翰，那对你来说，赛鸽运动最美妙的事情是什么呢 ？The first time was that the 500 make. 乔汉觉得最开心的事情呢，是500号给他赢得了波治省赛的冠军， yeah. 因为那是他刚刚结婚的一年后，那时候还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歌友。Three years ago and last year, the third national winner and the national winner of Châteauroux. 而且在过去的两年，连续赢得了 KBDB 省赛冠军、KBDB 全国歌王季军，还赢得了一场查特鲁全国冠军，让他觉得非常的开心。And this year, it's in beginning, but the last four races, one of my hands makes four times top five on the top. 他说今年呢，他有已经打了四场比赛，他有一羽雌鸽已经在四场赛事上面都赢了前五名的成绩。The bloodline of the 500 with Gaston bloodline. 他说再一次又是500号配240那一只雌鸽下来的后代。葛斯顿说他也喜欢这个鸽子，血统表很漂亮，上手又很漂亮的鸽子。我想这也是大多数鸽友想要的。Many people has good pigeon of Gaston, and so he makes friends very very good. 他说葛斯顿也交到很多朋友，因为很多的人用葛斯顿奶酪小子获得了成功啊，都和他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他也觉得倍感荣幸和开心。So we are happy. 我们都很开心。我问一下葛斯顿，他觉得他在养鸽子的一生中，他觉得最让他难以忘怀的鸽子是什么？ Gaston Boer zelf en de twee geiten en er zijn nog verschillende. 我让他说一只，他说了三只。第一当然就是奶酪小子，第二就是240，第三就是信金母。那请问一下，你觉得现在的赛鸽运动是什么样子呢？你觉得变得越来越好了，还是不如以前了？Ja, er komen minder duivenliefhebbers, maar meer grote. Ja. 葛斯顿说，现在养鸽子人越来越少了，但是竞技的水平越来越专业了。And also the fishers take more pigeons. 而且呢，现在养鸽子的数量变大了。在几十年前，在他年轻的那个时代，去参加比赛就二三十只这个样子，而现在呢，就是100只或者是更多的数量。那是的嘞，啊不了。葛斯顿呢，他觉得赛鸽运动现在变得越来越专业，然后也有很多的金钱的诱惑。他觉得，这是正常的一种现象。他觉得不好的是，鸽友与鸽友之间应该更多的是友谊，而不是有更多的嫉妒这样的方向。It is best as machine, he died from that. He moved to them. 葛斯顿也说啊，他建议他说，中国引种最好的地方就是我们安特卫普省，在这里。OK， 其实大家都知道，比利时是全国赛，就是整个的鸽友都在这边打国家赛，每一家鸽友都会参赛。那比利时的宽度是有点宽的，那么方向决定的冠军的诞生，也就意味着有时候一场比赛，一半的国家的鸽友是根本没有机会的，另一半是有机会的。但是只有风平浪静的时候，每一个鸽友的机会才是差不多相同的。那葛斯顿也想问一下，你对于接下来你的生活是如何规划 ？Ik heb meer plezier aan mensen
die duiven van mij hebben en nog goed mee spelen. Ja, ik ben 79 岁的人了。啊，van de poor wel, hè? 难说。但是你去问我老婆吧，但是她其实很享受的此刻状态是她的鸽子可以不断的捷报频传，用她的品系飞到好的成绩。很遗憾的是，大多数的鸽子都到了中国，很少有给她反馈的信息。她觉得这也是蛮遗憾的一件事情。OK. How about you, Johan?How do you plan your future? Oh, my future. 我问一下乔汉，你的未来的规划是？Normally I have to work for five years, so I hope to make good results in the future, to that I can live about the pigeons and that I can make good results. 他说我接下来还想努力工作五年。我说那五年之后你要亲什么？他说我不知道。他说接下来日子他想每天都和鸽子在一起生活，每天都有时间可以去养鸽子，他觉得这是蛮快乐的事情。And on that I am healthy and that I'm a good family, I think that's important. 他说我们身体健康，全家快乐和谐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问一下格斯顿，那你觉得乔汉德贝尔赛是不是你用你品系飞得最成功的鸽友之一呢？格斯顿说是真的，乔汉德贝尔赛做得非常漂亮，他是我最佳试想者之一。那你认为240那女儿491是240最好的育种侄女吗？He says yes. And here in Belgium is the best.I don't know about China. 这只240的女儿，她认为在比利时是最好的，不是之一，是最好的240最好的女儿。因为中国有很多240和240本身，她不知道中国的情况，但这与491是比利时240最好的育种侄女没有之一。这是一个非常惬意的下午。今天我们和葛斯顿和乔汉德贝尔赛分享了很多他们鸽系的特点，和了解到乔汉德贝尔赛的鸽子的故事和一些来源。赛鸽运动除了竞争，还有很多的友谊和美好存在这里，我觉得这才是赛鸽运动应有的样子。Okay, thank you for interviewing you. I feel so happy. Have a very nice afternoon because, about we have so many competition, right? Yeah. And most importantly, we have friendship. Yeah. Friendship exists. Yeah. We can talk, we can chat, we can eat. That's th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enjoyable. 100% correct. 100% correct. 他们也说这也是赛鸽运动应该有的样子，百分之百是这个样子的。除了金钱，除了利益，还有竞争，还有更多的友谊，这才是赛鸽运动应该有的美好和幸福和快乐。Over there. Hey. Bye bye. Bye. Bye.